娘，听说太皇太后病了，我想去看看她。她昨晚闹得厉害，还在大雨里哭祖庙，在屋子里呢又挂了白绫子，口口声声的说要自尽，还要到地底下去告我的状，烧得厉害。哦，有这种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你怎么想的？我能怎么想？我听您的呀，娘。昨天朝会上我确实有点激愤，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对，本来您跟太皇太后也不对付，我出兵您也不会高兴，所以我觉得完了，这事儿就先往后挪一挪，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说。 见过这些年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国家的事情吗？我这些年确实和太皇太后关系不和，但这也不会影响到是和是战，反倒是你小小孩子两边挑拨，谁教你的？不是，您知道啊。 也许张岩是真的想打仗，是真的想去给他的弟弟报仇，可他也是真的想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这一家人呢，还他妈斗来斗去，有意思吗？儿子，你就推心置腹的跟娘说一句。我不知道太后说什么。 反正我没有挑拨，我是皇帝。皇帝，你是个什么皇帝？我不是小孩了。哼，我要像我爹我太爷爷一样，做一个有君功的皇帝。你太爷爷，哼，你太爷爷残暴但明断是非。你爷爷庸弱。 但是他有一副菩萨心肠，你爹贪玩，但是勇武仁慈。你呢，两边说话到处作戏，跟我还隔着心思。没了你，大明就没有皇帝了。你觉得我把你爹托付给我的江山交到你手里，我就放心了吗？啊！ 千万不要以为这紫禁城永恒坚固，七十八面来风顷刻间漫天碎片，皇帝又怎么了？有一天，你要是真的打了败仗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空空荡荡，像片树叶在空中飘。到那个时候，儿子。 你的聪明，对谁去使？你盼着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当一个真皇帝。可是儿子啊，我死了还能有你吗？啊，你想要打仗，有你去。可是你先去问问你的同族兄弟，有谁不愿意坐在你那九五至尊的位子上？ 你想想，娘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娘的一片苦心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赶快长大成人。娘不会害你，你就是铁石人，也应该被捂热了。你跟娘说句真话。 说了您不高兴，您对我的爱就像湿棉袄，穿着沉。
你怎么说这么忤逆的话？ 说吧，和他说说，他还不听话了。说话呀！难就可怜可怜我这么多年，我的鲜血都快要熬干了，你倒是乐得逍遥自在。 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太后，皇上来了几次？您都还睡着？太后大喜，皇帝纯孝，皇帝来的时候说要割肉给您。 煎药疗伤，太后大喜。来来，这边，县长。 来点柴火，好。哎，这样，来了。阁老，辛苦你送我。说起来，倒是不用我送。那些封疆大吏出京的时候，我都不会离开家门半步。玉倩，你不一样。 我比较能惹祸，我必将能惹祸。太后亲自叮嘱，让你活下来，我要还把你留在北京城，哪怕你去看门，他们都不会放过你。众口铄金，你就是真身罗汉，也给你化成灰烟。我想来想去，把你送到京郊石灰窑。 你少干活，活着。三阳阁老，当年是何等锐气，据说连太宗皇帝都被你们顶得暴跳如雷，无可奈何。今天让一个孩子逼得说不出话。 学生好生感慨，于谦呀，将来你要入阁，你就明白了。大家要相忍为国，说几句漂亮话容易，做个烈士也很容易。把国家的事情办好，又能保全自身。 真是很难呐！好好活着，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但愿国家有重用你的那一天。
太后。慢点。赐座。谢太后。我请三位阁老来，就是想问一问，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事，究竟可能性有多大？能不能绝对保证皇上的安全？太后，要想保证皇上绝对的安全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只要让京师三大营近50万精锐进出，就由英国公张辅带兵。张辅这个人老成持重，跟随太宗皇帝多年，由他辅佐皇上，再让各地方官提前准备，每战必报，可确保皇上万无一失。皇上领着50万大军绕上一圈，这仗也就打不起来了。瓦剌不傻，不会和50万大军正面冲突的。其实就是多花点银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皇上大了，我老这么拦着他呀，会被别人说闲话，说皇太后弄权。其实他现在想要去打仗，立战功也是个好事儿。你们想，他从小长在深宫之中，成于妇人之手，这也不对。让他出去见识见识，啊！就算这仗打不上，出去见识一下也是值得的。三位阁老，拜托你们，为皇上的这次亲征拟一个周详的计划。臣等绝不辜负皇太后嘱托。请起。谢太后。臣等告退。太后，那玉轩，臣已经送他去京郊石灰窑了。好，别让他干太重的活儿啊，伤了身体可就不好了。反正我也没给石灰窑定量。他在那儿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呢就歇着。他的性子锐气太重，所谓佼佼者易折，虽是英才，但不搓磨一下，将来难以大用。于谦，他是个国士，我得留着，替皇上留着。是。你觉得呢？要不搁肚子里啊？要不搁屁股吧？哎呀，屁股得骑马。哎，你拿着，你哥。皇上，别呀！不敢呀！什么你不敢？必须搁今天，必须搁，必须搁一块。不行，皇上。什么不行？那搁哪儿？皇上，您是龙体，哪儿都不能搁。要不，您搁我的吧。混账东西，你这身臭肉，娘喝了不得吐出来？皇上，你松，千万别松开！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皇上，什么别的办法？难道等着太后废了我吗？你松开！别，皇上，大胆！皇上，太后口谕，快说！太后说，皇上要御驾亲征也无不可，肉就不用割了，和内阁大臣一起商议，或许有个万全之策。哦，好。
御驾亲征去喽！呼呼呼呼呼！还真没人进来过。往外抬吧，一辆车不够装两辆啊！可看好了，我这箱子都封着封条，上着锁。你们哪个狗头嫌命长，碰一下试试？哪敢呀，爹！对对对，儿子们会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些箱子的。不敢，您放心了，不敢，往外抬吧。放心，记住啊，按着编号放，天地玄黄，宇宙。洪荒，当年你爹两次出征关外，我也是这般为他送行的。当时他出征的时候还没我大呢，您说说我以后的战功像不像他？每日军报，800里快马务必送回来，我得知道你在哪儿。知道了。人都说母子连心，你这一走啊，我这颗心就茫茫然的，跟跳了崖一样，没了去路。娘，您还有什么话您就都说了，等我出征回来，我就变成好皇帝了。皇帝心要大，要用我对你的这颗心去对天下人，天下万民都是你的子，勿骄勿矜，施恩在先，屠戮在后，如此天下可定。我知道了。今日恭送大明天子正统皇帝亲征，愿天地佑护，祖宗有灵，山河无恙，万民不惊。让你们押车，你们倒舒服了，啊！老子的车你们也敢坐？公公饶命！公公饶命！
看看凤凰岭的位置。这里，对，没错呀，就在这儿。如果皇上按兵部所规定的路线去走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免礼，都起了吧。我就是来问问，军报到了没有？回太后话，到了，请太后御览。皇帝到哪儿了？回太后话，皇上今天到了凤凰岭。凤凰岭。太后，宣大的将军有没有上禀帖？没有。瓦剌野仙呢？他们的兵马移动了没有？太后，瓦剌野仙一定会在下雪之前撤退。等咱们的军队到了，能不能见到瓦剌人，都不一定呢。请。皇帝走这条古道，还是不太放心呐。请太后放心，只要按照兵部的计划，朝廷的50万人马推到宣大，足可以让瓦剌野仙避其锋芒，早早逃走。哦，是吗？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您躺案子底下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晒得慌吗？奴婢该死，奴婢没伺候好皇上。哎，等这次干掉瓦剌，我把关外封给你，怎么样？装。又装，皇上，您是对奴婢太好了，奴婢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块地，奴婢不要了，我就想一直伺候皇上您。那就把你老家那个村子赐给你。我就是个天残地缺的人，您把村子赐给我，我又没有儿女。皇上，您要是真答应，您就跟我去趟我家，奴婢才是真高兴呢。传旨。啊？改道。改道。好嘞。不了了。
太后，太后，伯迁司的禀帖到了。伯迁司奏报，9月13，航队在大港停泊；9月19，14艘宝船入天津卫。伯迁司航队向导，太后一直在寻找的徐斌，已随航队上岸。是徐斌吗？回太后话，他什么时候到？今早已经进京，到了贤良寺了，但还没有递签。他一到马上召见，你现在就去贤良寺看一下。是。将军，兵部发来帖子，问咱们现在的行军位置。照实了讲，就说皇上突然不想打仗了，想到山西魏县去体察民情。是。参谋，在。将军，前军到哪儿了？怎么跟乌龟爬一样？是有点慢。为什么？王振大人说，此处临近家乡，不能踩踏青苗，他还要讲一点名声的。他是顾及名声了？野仙的60万大军是吃素的吗？踩，踩了赔。将军，王公公的话就是皇上的话，就是将军这么去说，也是没用的。谁说有用？这好，我去说，至少让队伍先进了怀来城，这么一条线摆开，骑兵一个冲锋全吃下去了。胡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庙后面放40个，老六，你们轮两班，动作快点！是。皇上，我去看一眼。先把树砍了，搭好马厩，你让各营都搭上。死一匹马，我杀掉全家。是。皇上。收拾好了，哪里啊？那边。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皇上呢？跟皇上说，赶紧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不能走，就是不能走。你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，给我滚！我去跟皇上说。你再说一次。行军改道。回去兵部要砍我的头，违背圣旨，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？这附近没有接应，军队又集结不起来，野仙骑兵一到，那就是大祸。我呸！你是饭桶吗？50万大军是饭桶吗？几个瓦剌兵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唾死他。行，我不来了，你去找皇上说，你去。王公公，你至少让皇上改个军令，咱们先把部队集结起来，再往前20里就是怀来城，一半军队在这儿，一半军队驻扎在怀来城，犄角相对，以城相为依托，能安全得多。我又没让你不这么做，可皇上让我们只能走田垄，不能踩庄稼，这什么时候能走到啊？踩了最多是赔嘛？赔？你们赔过一文钱吗？皇上要去我家体察民情，这个地一寸都不能踩。你想让我落下骂名吗？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？啊！
阿爹。爹，我的车呢？这太沉了，走不动。儿子们吃奶的力气都用了，但他就是推不上来嘛。他五十万大军推不上来两辆车。你别生气啊，我们不是怕东西丢了吗？儿子们这就回去，那不吃不睡，舍了命帮你把东西扛过来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从皇上在这儿等你，少了一个元宝，我割你一块肉。你是叶森，叶森，什么人？叶森，还敢骗我？在草原上还没有人敢骗我，说出来的话就要有千斤重。你这么大部族的首领，来开我的玩笑，莫不是不想活了？叶森，息怒，他好歹也是吴两位的首领，我们的盟友。你说你在这么多人面前打他，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啊！雄鹰从来不和兔子交朋友，叫他滚！好。你说你，行，这样，跟他先把话说清楚，好吧？不是，怕出面子有我在，行不行？走了。大哥，叶信。当时抓了个张克俭，是你们喊着要杀，生怕我拿来管大明要钱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。好了，我现在把他杀了，大明来兵了，你们不出兵，我瓦剌部族跟大明拼个全军覆没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会来对付你们，真是又愚蠢又自私。叶贤，我也说过这句话，可族里的长老们不听我的话，说是大明有五十万大军，皇帝亲自领兵，我们打了100多年，都没打赢。叶贤，说是鸡蛋不应该碰石头，就是你们这么想，这几十年我们才打不赢。这次来的皇帝，不是那个疯子朱棣，也不是朱瞻基，是个娃娃，乳臭未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还没有马匹高，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战争？大明和我们早晚有一战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。回去告诉你们的长老，磕头求饶交不了朋友，要不想灭族，就快快与我合兵一处。报！去！为什么走这条路？啊！土木堡，这儿一直在下雨，明军队伍3天都没有过完，所以辎重车辆都在后面。太好了，明军的红衣大炮和火铳哑巴了，队伍拉这么长，首尾不能相连。兄弟，100年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，真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。你的狼不放出来，会白白便宜了我们。放！这次我们一定要去杀了他们。大汗调兵，蓄势以待，放下炮马杆，拿起刀枪。大汗调兵，七十以下、10岁以上，放下套马杆，拿起刀枪。
怎么了？太后，您的手都凉了。太后，太后，热茶。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？我梦见先帝他骂我，说不该把孩子放出去。我也骂他，我也生气。若不是你这样命短，何苦要我操这样的心？然后他就走了，我是随他殉葬了，也就没这烦恼了。太后，这皇上不在，您就是一国之君，可不能自暴自弃呀。兵部有快报吗？没有。怎么还没有？你也忒心急了。这皇上啊，带着50万大军走了这么久，来往快马也要两天，哪能时时都有？啊，真应该陪他去。好啊。咱们大明还没有太后御驾亲征呢，哎，您去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。儿子是娘的连心肉。有儿子的人呢，不怕死，儿子可以替他活着。儿行千里，真是母担忧啊。怎么能不担忧呢？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谁啊？范将军。皇上没时间。他和十几名前军大将跪在院子里面。